问题哦，就出在那个，就是三个，包含就是那个什么钓鱼台列屿有没有？哦，那变成它需要这样放，那钓鱼台列屿啊，因为它这边就是两个，所以变成说，如果他判断一下，如果他假如哦，它这个列屿，所以有时候不然的话，可能就要单独去把它独立出来，然后变成它这个放这边一个，下一个再放一次。所以我后来写的时候是再增加一个叙述，就是针对这个像列屿跟那个新竹市跟嘉义市有特别做了一些处置啦。只是说我后来看起来好像程式有点复杂，我再跑一下给各位看一下。理论上哦，就是原来的架构大概都差不多。那这一段程式码在云端上面也有了，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段应该是在云端白板上面的。这个刚刚这一段是在第26页哦，然后我改完之后的程式码，对，应该是原来的应该是这个了，这个是25页，在26页有修正的一个，包含新竹市跟那个像那个什么列屿所以这个字好像我改过了，应该是列这个应该是屿啦，不是岛，OK 所以这个改一下，也就是说呢，我在这边加了。一个叙述，就是先本来是抓那个 B 栏是不是空的啊？不过这个方式逻辑好像有一点会造成那个这个有三个资料是有错误的，所以我后来改了一个，我干脆就不要抓空白，而是抓什么？抓它尾巴那个字啊。所以你会发现我前面先去抓。跟讲右边那个字右边那个字是如果是县，或者是市，或者是屿因为有那个什么呢？错误的里面刚刚有少抓的那个资料里面有一个应该是这个啦，叫钓鱼台列屿。不过说真的，谁会寄信到这边？会不会有人收？上面好像没人住吧，无人岛不过当然有资料，你就变成你要处理了好，所以针对这三个的话呢，我就把它做一些处置。最后呢，这个版本我们来 run 一下啦。基本上首先上面部分是一样的，那比较大的差别就是那个判断的地方，我把它改成这个，如果是县或者市或者是屿所以假如说就不用不是抓这个，刚刚是抓这个空白，现在是抓它尾巴这个字，OK。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那我就分别一样把资料抄过来，所以我把它跑一下，这边设个中断点，假设这边停一下，在这边停一下，停在，那如果是的话，再判断说它第二个了，原来的也没删掉，先判断说如果它是县，或者是市，或者是鱼，OK，好，那这个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就是说。好，再看看它右边的这个储存格有没有空的。如果是空的，那就照刚刚的方法。可是如果不是空的那表示说呢，它是特殊案例。所以特殊案例的话呢，就是把它的什么，等于是这两个是重复了，有没有？它的 A 这个 A 栏的东西抄两遍等于是这个什么，这个刚刚那个列屿那个什么列。这个列屿嘛，这钓鱼台列屿抄一次，再抄等于抄两次的意思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把它 run 给各位看一下执行一下。OK，那一样就是先输出什么这个栏位名称，然后呢再把那个台北，因为它这个是空的嘛，所以把台北市抄过来。OK，那这个就跳过了然后再等于是底下都一样嘛，就是抄到跟刚刚动作一样然后在基隆市再抄一遍，然后比较会有问题的应该是宜兰嘛，OK，所以新北这个也没问题。接下来的话应该就是一直到宜兰所以我这边的话我把它设中断，按6/8好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它判断宜兰底下的话就把它补宜兰然后分别都把它填过去，这个做法跟刚刚是一模一样的那可能最容易出问题的是那个钓鱼台列屿。所以钓鱼台列屿我怎么处理呢？基本上这个跑一下，因为它必须要跳到大同五节嘛然后再来就东山、苏澳、南澳嘛然后再钓鱼台了。OK，好，
再来哦，所以钓鱼台这个地方我怎么处理呢？哎，它是不是有鱼这个有嘛？哦，所以跳进来。第二个呢，就判断说它右边这边是不是空的，因为它里面不是空的，所以特殊处理哦。所以呢，特殊处理呢，变成说我在刚刚的这个底下又多增加一个 else 哦，本来没这个哦。那怎么特殊处理呢？就是哦，把它的这个什么钓鱼台列语抄一遍之后，对吧？抄这个过来一个，这个又再抄一遍，等于 D 跟 E 哈、哦、抄一样的，有没有？钓鱼台列语，然后最后再把它的游历区要放过来 ，OK， 啊，记得一定要 K 再加一，为什么？因为就要让它换到下一列了，所以这边一定要 K 等于 K 加一，哦，特别处理了哈、哦。那新竹也是一样，再来应该是新竹啊，新竹旁边也是一样，没有。资料，所以没有资料的话呢，那我一样特别处理，就是新竹一次，新竹是一次，新竹是两次，有没有？再把游历区再抄一次，然后换到下一列去。OK 啊，这个是我想到的方法，所以基本上哦，我比刚刚的程式里面多了第一个，就是判断它右边那个字啊、哦、是不是县啦、啊、市啦、啊、语哈、哦，如果是的话呢，再判断第二层，所以有两层判断，判断说它必然里面是不是空的啊，如果不是空的，那就多一个 else 给它了。所以其实哦，我等于是多写这个部分进来。OK， 那这是目前我想到应该是比较 OK 的方法。好、哦、啊，你们想想看啊，有没有再让这个程式更简单的写法？因为我这样写下来哦，我觉得应该很多同学应该会看不懂，哦，所以这个的话呢，怎么样比较精简？也许再想想看吧，哦，因为这个我已经想很久了，实在是也没办法再记。所以有些工作哦，说真的，你要让它简单，可能就是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哦可以避开。但是问题是它资料本来就是不是那么有次序的。所以变成说，如果你要处理起来，写的程式哦，也会相对的比较多一些些哈。所以这段程式码，我也把它放在云端上面，各位可以参考一下，第26页上面哈。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哦。OK， 那如果说哈，假如这个表格做完之后了哈，那后面才有办法做后续的东西。OK 哈，所以这个假设做完之后的话。那我们再来哈，其实我们最终是希望可以把这个资料哦，把它带到刚刚的这个台电哈的这个地方把它查出来。所以做完之后的话啦，也许你就是再把这个资料把它抄过来吧哈。